小朋友，边个大镬啲咧？讲粗口，讲粗口会俾人批斗噶。What the fuck？ 好叻喎、哦！讲大话嘅人咧就可以做特首，但系讲粗口嘅人咧就要被千夫所指，俾人挂 banner， 仲要送花圈。所以讲粗口系大镬过讲大话噶。唔理是非黑白，系成为爱字头嘅必要元素。加上俾人洗埋个脑，讲歪理都大声过人，帮阿爷搵赢仗赞赏。食屎狗，食屎狗，食屎狗。